这个是什么运动? 这是篮球。 运动最早在哪个国家开始的? 这个运动最早开始的国家是美国, 是1981年的时候。 那你知道什么吗? 不不不, 我知道是, 是什么篮球,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玩。 这个运动叫篮球，篮球很好玩，也真的新朋友。我篮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。我昨天看了整个运动，那个比赛很有意思，可是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个比赛也很多的人，所以我很迷茫。你怎么打篮球？ 篮球两个人就可以玩的，你想买一个艺术鞋子，也一个球，你也可以四个人玩的，你不能抱这个球，你不是。 球，也跑步。 你打篮球打得很好啊，你打篮球打了多长时间？ 我从小学才能打篮球，我已经打了7年。 我喜欢这个运动，可是我应该水平，我应该水平我的提高。为什么你喜欢打篮球？我喜欢这个运动，因为我打的最好的，我也喜欢看篮球比赛。篮球难吗？可以我打篮球。篮球可能很难。 可是，3年以后，你打得很好，因为篮球太难了，很多人不喜欢打篮球。